没有什么。鱼上钩了，今天给你来个偷梁换柱。吃饭呀。来了来了。来，咱们今天呢，来一个看得见的。如果你选看得见的，你就先吃；看不见的后吃。你选看得见的还是看不见的？选这个后吃。对。里面鸡蛋早被我拿走。选看得见的呀。你就等着一会儿吃空气吧。啊？你怎么还有鸡蛋呀？我自己煮的不行啊。看不见的后吃。那今天就看谁笑到最后吧。妈真香啊。你干嘛呢？有人。真香。吃饱了，快看看有没有你的鸡蛋。哇，大鸡腿呀、啊！怎么还鸡腿呀、啊？造孽！